就是算开始了一些。我是开始，但是先是灯了。尴尬，要跟你灯控一下。你这太专业了。尴尬。非常尴尬。灯，灯亮。这什么酒，弄半天弄不开，这根本就不是酒。这什么岛？这也不是岛。我不喝可以了吧？我吃饼。这个地方根本就不是个地方，穷山恶水，泼妇刁民，鸟不语，花还不香。我老曹打对那些鱼都串通好了，一块不上网，老婆满街跑，没人管。这什么地方？这根本就不是个地方。什么饼？这根本不是饼。这根本不是什么刀。这不是什么饼，这也不是什么饼。你笑什么笑啊？你看你这什么样，像什么样？出去买药能买一天，你买哪去了？还有你，跟你也脱不了关系，脸大的跟个饼一样，你还笑？你还笑？你还笑？还有你，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你有种就过去把他们一刀砍成两块，让他们永远不要在一起。踩死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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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若你心里一大块，左分右分分不开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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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
你买药能买一天？买哪去了？那么大声干什么？不会讲话，温柔一点呢。春花，哎，你买药买了一天，买哪去了？药啊，都在这儿呢。你要的都有，海龙、海马、海狗鞭。那鸽鞭、熊鞭、兔鞭、鹿鞭、鼠鞭呢？哎呀，都全了。哥把你打几条小鱼赚回来的钱全花光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值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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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把这好东西啊都拿到后面去，慢火细炖，咕嘟嘟，咕嘟嘟，等三碗熬成一碗。你把它给喝了。我？这不是你要的药吗？干嘛要我吃？那是你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啊？大夫说我没问题，当然是你有问题啦。我有问题？笑话，我会有什么问题？哎，你说我从头到脚什么地方有问题？你不要说话，你听我解释。我这个人怎么可能有问题？我什么地方有问题？来，我怎么可能会有问题？我怎么可能有问题？我怎么可能？我怎么有问题？我是，哎，你听啊！哎呀，你这人是怎么搞的？整天打不到一条大鱼，要我去给你买药，这药我给你买回来，你又不吃。哎，人家袁老板说这个药很有效的，吃不吃随便你。你不要说话，我来。咱们家是不孩子，袁老板怎么这样的？人家是路过一番好心嘛。好心，咱们家是不孩子，袁老板到底怎么这样的？人家是一番好心好意的嘛。咱们家什么子，他到底怎么这样的？不吃，不吃。他到底怎么这样的？他到底怎么？他到底怎么这样的？我猜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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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猜你，猜你，猜你，我猜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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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开。我左分右分，我袁老板，老陶，你在家呀？哎，那我今儿可费事儿啊！我的意思是说，近来可好？托您的福，婚姻生活美满，那就好。袁老板，花，春花，上来一块玩嘛。我是说来坐一坐呀。来来来，看看我买了什么东西给你们。哎呦，好心的一床棉被呀。可不是嘛，真没听说过你送人送棉被的。你们家那床棉被啊，它又破又旧，不能用的。就是嘛，咱们家棉被又破又旧，你怎么上啊？我这是关心你门嘛。哎，老陶，来看看这床棉被吧，这可是我专门托人从苏州买回来给我们的，你们的啊啊！来来来，看被子，看被子啊！你都吃不饱了，用这么花哨的棉被干什么呀？有什么了不起啊？看看这被子，哎，弄好弄好，看看这被子啊，这料子有多么好啊，那是不在话下。更要紧的呀，是他的这个手工，那可真是巧啊，让人多舒服呀。什么呀？你什么呀？你在说什么？你看我干什么？看被子，看看这被子上绣的是什么呀？是有龙有凤，这个凤爪还真是又白又嫩呢。干什么？看被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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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被子。看什么被子？被子睡觉用的，不重要。不不不，睡觉最重要。至于吗？啊！看我干什么？看被子。看看这被子上绣的龙的眼睛，那可真是威武雄壮，炯炯有神呢。这个凤的身材的更是好的没话说呀。怎么摸它怎么舒服呀？我不喜欢。我喜欢。哎呀，老陶，你就把被子烧进去吧。是人家的东西不能要。哎呀，你就给我拿进去吧。生孩子靠这，切。袁。花。刚刚不是才见过面的吗？怎么现在又来了呢？人家送给你的花呢？花啊，都在那儿呢。哦，哎呦，不要再看花了，他已经怀疑我们了。不，我不能再等了。可是我们只能等啊。不，
我恨不得现在就把你带走，离开这些破地方，离开这个破日子。可是我们能去哪儿呀？只要你我真心相爱，哪怕是走到天涯海角，都是我们的原地呀。可是不要再可是了，我的心中有一个伟大的抱负，我已经看见了，在那遥远的地方，我们延绵不绝的子孙，手牵着手，肩并着肩，一个个都只有这么大。为什么只有这么大？因为远嘛。哦，可是我们能去哪儿呀？只要你我真心相爱。可是他，放心，我有办法。两位，咱们家就这么一丁点大，没什么好逛的吧？任老板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您到咱们家除了送上这棉被之外，还有什么事？坐下来直说吧。哎，大家坐下来，坐下来再说话呀。好啊。来来来，喝点酒呀。如果是那房租的事的话，我很抱歉，我。房租的事就不要提了，这每个月收你这么点房租，这话讲出去让人还怪不好意思。我来是跟你谈谈打鱼的事儿。我说你这鱼最近怎么是越打越小啊？打鱼的事儿咱们暂且不提，先干一杯。先干一杯。请请。哎呀，酒，好酒，酒。老陶，我实在是搞不懂啊，别人打的鱼随随便便都打这么大，为什么你打的鱼偏偏这么的小啊？二三十个人打的鱼都托给我来卖，为什么我要偏偏照顾你呀？袁老板，您照顾我们家生活，我很感激你。可是打鱼这件事情，它不完全靠本事，它是靠天吃饭，是吧？是吧？这真的是靠天吃饭，这多多少少看得阴气嘛，你说是不是？哎呀，你说这大鱼啊，谁不想打呀？我这鱼打的鱼，我打的鱼小，这不能怪我呀，鱼小不是我弄小的，对吧？这个打大鱼啊，多多少少靠点运气。我哪天出门我不想打大鱼啊，我是很想打，我没办法，我打不到啊。这打大鱼的办法有很多，这个咱们暂且不提，再干一杯。再干一杯。请请。哎呀哎呀，痛快痛快痛啊。老陶，做人要努力，要有理想，想要得到什么你就闯进去把它硬抢过来，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吗？上游有大鱼，怎么不到上游看看去啊？袁老板，嗯，您说这话就太那个了吧。哦，上游有大鱼谁不知道啊，可是上游也有个急流啊，我的船就这么一丁点的，我去吗？我去吗？我一去就回不来了。哎呀，你要是真有点本事，你就往上游去给我打打看呐。好，我现在就往上游去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我现在就往上游去，我就要一去，我就不回来，我死在那算了。哎呀，没有。哎，你的意思叫我去死？哎，他的意思叫我去。没有。哎，你们这意思叫我去死？好，我们没有叫你去死，我们只是叫你去。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啊？我明明听到你们跟我说对不起，你们说你们到底什么事情都没说，你们到底什么事情都没说。好，我们没有要对不起你，我们只是想要把你。
袁老板，咱们谁也都别装蒜，这鼓不打不响，灯不点不亮，这屋子底下就咱们三个人，就咱们三个人，没什么好隐瞒的，没什么好隐瞒的，把话说明白，明明白白。好，你说什么事？我说就说，说我这个人呐， 啊，是不太会说话。嘘，但是我能打个比方啊，来描写一下我现在的心情。嗯，如果有说的不得体的地方，你们立刻指教，不用客气。哎呀，说话呀！这好比，在一个深夜的夜晚。深夜就是夜晚吗？怎么这么啰嗦呀？请不要重复。多谢指教，多谢指教。这太阳在傍晚的黄昏中已然下山了。傍晚就是黄昏吗？行不行啊？所以这月亮被漆黑的乌云给挡住了。乌云它本来就是漆黑的，歪歪造句啊。所以这月亮它就怎么样就下去了。去哪儿了？还能去哪儿呀？说清楚。那个哎呀，老陶，你说了半天这个什么，结果你到底说些什么呀？我说了半天那个什么还不够那个什么吗？怎么可能够那个什么呢？老陶，你是这个那个说了老半天，有什么话直接说出来不就那个什么了吗？我要真把话说出来不就太那个什么了吗？你要是不说出来不就更那个什么了吗？我看呐，你这个说的实在是不够清楚，我看还是我来说吧。让他说。好，你说。我说你呀。对，我怎么你这个我那个他对他怎么样？对他好像不太那个什么吧。好，就算我对他是那个什么了点啊，但是我对他再什么，那也是我跟他之间的那个什么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可是你的这个我哪个又算什么呢？好，就算我这个不算什么，好不好？啊，是你这个我哪个你这个我当初啊，当初哪个当初那个最当初啊，最当初我们都不算什么。这样好不好？我去死好不好？好，就当我没听清楚，我是说我去死好不好？好。这次我没办法说我没听清楚了。袁老板，你要说好就说好，有屁快放，有痰就快出，你不要在那里给我。我死好了，我死，你说的。